写好，或者应该沟通什么事情。那两个人如果没有其中一个人先平静下来的话，那是不是越吵越凶？所以平静呢，要从自己啊，就是从我自己开始。那其实我们如果从有句话是从烦恼及菩提，那菩提即烦恼。或许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就是心里有点纳闷，菩提不是清净，清净的正觉，是烦恼不是被比较负面，被污染过烦恼。那其实烦恼和菩提啊，它其实是一体不二的。那当我们迷惘、不了解的时候呢，就是烦恼。那当我们悟了，然后了解了、放下了，那就是菩提。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曾经说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以思觅菩提，恰如求助脚。”那其实我们就是这个道心本来就是存在于这个世间。那如果我们硬要去跑去一个什么人的地方都没有啊，深山不动啊，那就是等于说你就是坐在天子头上，就是找不到你想要的东西。所以在一个烦恼里面啊，在一个烦恼里面有一个清净的自信菩提在里面。《金刚经》云：“今生为人轻贱，即消前世罪。任他百般糟蹋，只是替我消灭。我得了便宜，他还为我生罪。”那大家都有听过，预知前世因嘛，今生做这事嘛。那我想要我来生有什么样的果报，就是取决于你在这一生做什么事情。或者你遭遇了什么事情，可能是你前辈子可能你做了什么事。那或许一开始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或许就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或许就想到了一次，好像在或许大二的时候，然后跟着崇辉跟他们，然后一起到高雄去录法会，那就有一个点传师，或许记得那点是蛮风趣的，然后他不信佛，那他就是在帮他开班致辞，然后他就讲到说，就讲到一个故事，他就说他在家里跟老婆相处，然后老婆有一天他老婆就突然就是打了他一样，然后那个正常一个大男人被打一定会说，哎，你为什么要打我？你为什么要打我？可是他那个点传师他就跟他老婆说，刚温闹，刚温闹，他老婆就很奇怪啊。就很好奇，为什么你要说我敢呢？因为那个典藏师就回了他一句，我也觉得蛮有趣的。他就说：“为什么？”他就说：“刚刚是因为你刚刚打了我一下，你帮我消了我上辈子500年的罪孽。”但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大家都在台下笑这样子。对，那最后有人想到说，在我们佛堂啊，就是我们佛堂很多工作，对，然后。就是或者在想说，我们有时候在来佛堂学习啊，然后就是方法。那我们是来佛堂，大来佛堂学习，然后做一些善事。然后其实我们是要一部分是要消去我们过去的累世的不好的业障也好，还是罪孽也好。可是我们会不会有时候我们在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做前面做了很多好事，可是后面会不会？另一边会不会也是在做不好的事情？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有遇过吗？还是或许就有时候会听到啦，有听到，就是哦哟，怎么那么多？怎么这么脏？还叫我来扫？为什么不叫那个小杰啊、小杰来扫啊？哦哟，这么重。男班死了，等等等，所以后来觉得在佛堂里面呢、啊，就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或者是哪个人，哦哟，那个
今天中午那个拉出去解毒的饭，好咸哦。就有时候我们会，虽然听起来很平常啊，就没什么，就大概讲一下。但是有时候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知道当事人听到他的感觉是什么。有可能他这道菜，他可能在家练习了好几次成功，那他很开心，更加勇敢的大家一起就煮给大家吃。对，所以我们在广州要注意自己的言行，然后讲的话要谨慎，那不要讲一些是非长短。那其实每一个人看事情的方向和角度不一样，像各位先生，后面想要请问你们，你们看到这个投影片是什么颜色的？白色，米色，白色。我们在看这边，或许觉得你们讲的都不对，你们都看错了啦，你们眼睛可能不是这样啊，或许看到的是黑色啊。为什么？因为候选站在后面这边看，那看到的就是黑色。那其实佛经里面有讲到，就是凡事都有一体和两面，只是每个人看的角度不一样。那其实有没有所谓的是和非，或者是善恶？那其实佛经里面有讲到说，我们的佛性没有善恶之分啊，没有善恶之分，对。那像我们台湾人，我们数字嘛，吉祥是对我们一般在台湾是不是就是不好的？像手机号码啊，什么车牌啊，不会有四嘛，就是四等于什么死，就是死嘛，对不对？死亡的死，不吉利。可是在那个大陆那边，中国大陆那边，他们北方人非常喜欢这个四啊，你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他们的文化，他们就觉得说四是一个非常吉祥的四，像他们在送礼的时候叫什么四财，然后办桌的时候啊，叫做什么四粮四乐，然后什么四大财、四喜丸子什么。那像在数字六啊，我们可能台湾数字六是非常吉祥的嘛，六六大顺，它包红包包多少？六，就是六六块六。可是，在美国来讲的话呢，对他们说六是不吉利的，为什么？因为对他们来说，六在美国是代表是魔鬼的意思啊。对，所以每个人看事情的不一样。至于同堂道亲，有君子亦有小人，君子好戴，小人难戴，唯一盖宽宏大量不张扬的人家短处。那墨雪这边呢，就是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可以，就是当个君子嘛，当个好人嘛，君子嘛，不是后者，是当小人嘛。那我们像是我们各个单位啊，我们自己单位有在推行读经班，那我们就是从小，社会读经班除了要度化家长之外，我们就是也要从小朋友小的时候去进行品格的教育，那让他了解到品格的重要性，那让他知道爸爸妈妈辛辛苦苦把小朋友长大，让他了解这个恩。那为什么会忘恩负义？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恩，他们觉得很平常，爸爸妈妈养是正常的，是应该的。那我学校已经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影片，可能有人看过了。
后是一个菲佣啦，然后他来到一个雇主家。Can we have you keep our own shoes? Okay? Lisa? Yes, ma'am.
倘若心肠窄小，那也如此。我总是看见人家不是，说人家不好，自己吃不得一点委屈，包含不得一点事，如何能学愚公破釜沉舟？那就谈就没有谈到的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他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真过，世间过；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但自却非心打出烦恼过。那我们常常跟别人起了冲突的时候，我们通常还是人家冒犯到你的时候，我们通常第一个动作就是会手一定会伸出去，就是指对方的不是。照理讲是这样，就是会哦，小姐，头卡扫扫干呢，几位扫的啦。然后小姐听到了之后呢，她心里面就会去度量，度量会量。这句话是在教我扫地扫的好吗？然后她就会反击，她就会保护自己。没有啦，我时间不够多，还没有扫完呢。就是有保护自己的动作。那接着就要反击啊！那我你看，你比较厉害，你还少啊？我们好像常常都会先保护自己，然后再会先指责别人，就是往外看这样子。但是我们却没有先往自己面去看，所以我们不要去老是看别人的缺点啊。为什么？因为看久了，他烦恼。你每次看他扫地扫不好，看他扫地扫不好，他这个烦恼会跑到谁身上？是那个扫不好的小姐身上吗？不是，他是你自己身上啊。所以我们不要老是看别人的缺点。那古德也有讲过说，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会悟原来是向前。但是后雪觉得这句话蛮有意思的，后雪。这句话是不是从书中看到的？或许是有一次，或许在公司的时候，然后或许因为公司里面要用电脑写信跟别的部门去沟通事情，或许就写了一个信给部门另一个部门的科长，然后那个科长他就回复我信，约什么时候开会什么，然后或许就看到他的名字，就是信最下面啊，然后他就写了这四个字，对。那后学就去了解了，就是有了解了这句话，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可能别人做的不够圆满不好，其实我们可以试着先往自己面想，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可以做得更圆满，而不是先说小杰，你是干嘛在扫地我啦？怎么扫成这样子？或者另外一个方式说，小杰，你的扫具是不是不够好？还是因为这个地方太大了，有没有需要我帮忙协助？对，那所以我们要常常保持谦卑的心，然后放下自己为中心。那其实这也是刚刚有讲到的，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啊！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老是看别人的缺点嘛。好，那现在或许要来，问大家，要多看别人优点。那个阿朱姐，请说出你对你的家人的优点。第三节哦，三点。三点哦，你接第三哦，不是啦，我说出第三节的三个优点啊。很黑心。黑心啊？黑心？黑心啊，黑心。黑心。哦。黑心。哎。还有，手那个上厨艺很厨艺。哦，对，了解厨艺啊，真的很厉害。厨艺很好，很黑心，还有很孝顺。很孝顺啊，孝顺，真的很孝顺。那个。
佛祖。听清楚没有？不是啊，不是，不用。对，跟爸爸公司也有电话。不用啊，你也是要回家再讲。回家再说。我们领导有限，我们照样。就是说出儿子还是家人还是哪？你家人是谁的优点？老婆。哎，老婆，哎，他老婆，哎。优点就是对我们三针都准备的多大？三针够厚的，对。他说有，不肯说二。他对段不是，因为他说虽然有亲口，但是他没有来日班，没有听到的。对，所以他我们知道，他不知道，我们要去圆满这个家。哦，是，好，谢谢。